我认为五大区啊，应该互相学习。上海之前对于投机商打击卓有成效，这一点呢也给了我很大启发。这一个是贸易战，英文名字叫 Trade War， 啊，纪南英同志教给我了。谁准备的弹药多，谁就胜利。小纪同志这个词儿啊，来源于西方经济学。 但放在我们这里啊，并不完全对。像他这一种留过学的经济人才，也会搞错？不是他搞错了，而是我们啊有更特殊的情况。这，不是单纯的贸易战，这次动员全国解放区力量，打击投机商，是为了维护人民切身利益，恢复发展生产，打破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。 夺取解放战争全面胜利的经济仗，我明白了。我们是结合了政治和政策意义的经济战，可以这么说。在经济上打法是相同的，光靠一个地区的弹药，都不可能打大仗。军事上是如此，经济上呢也是同理。所以，我建议大家有时间的时候啊，多跟上海的同志们交流交流，请他们安排一些走访和调研。